老兄，只是略有几分相似。闪开！这三个人看上去跟老花椒的，哪有打粮去劫官粮官银啊？就是啊，看他那个小身板，个个瘦的跟皮包骨头似的。就算有那个贼胆，也没那个能耐啊。行行行，这三位活菩萨神龙见首不见尾，给咱们发放完钱粮之后，就消失的无影无踪。肯定是有来历的高人啊。就是啊。 还不是只能找几只替罪羊上去交差啊！可不是，这三个人只是跟通缉的要犯长得有点像，当官的无凭无据的能随便判人死刑啊？要证据还不简单吗？这帮官老爷哪个不是无中生有、栽赃陷害的能手啊？这可是死罪，这犯人不认罪，当官的他也能硬判啊？嗨，只要进了公堂，还由不得你不认罪啊！三不知下河，供不过去。对，到了秋后，三个人头落地，这案子就了结了。官老爷又可以高枕无忧了。走，咱们去看看。 哎，走，看看去，看看去。对，好。